那我还有一个问题，就是你那么成功了 ，you are very successful， 不管是就是 Hollywood 还是中国，那你会拍下去吗？你会一直拍下去吗？你现在是想要在中国发展，或者在美国，或是两边跑？啊，我会一直拍下去。我就啊，不光是在中国，我在美国，我想在其他国家也希望能够有机会拍电影。就是那个我拍啊，每一个电影都是一个学习的过程。如果有一个电影，比如说我在印度拍的话，我可以学他们的那个文化、他们的艺术，还有他们的生活。那在只要跟他们一起生活、一起工作，我才能够学到更多的东西。所以说我在大陆也是学了非常多，所以我就啊，我会只要您还拍得动，您就会一直拍下去。对对对。